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新周思齐。那今天呢，就来带大家哈来逛一逛，逛哪里呢？今天我们就是来逛戏院。那为什么呢？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我们的戏院呢已经是关了，差不多从 MCO 到现在，我想不懂多少个朋友已经很久没有来看戏了哈。那今天我们的戏院呢就已经在重新开放了哈，就是沙老爷的戏院也今天，就是一零今天哈就准备开放给大家了。那今天早上呢，我就跟我的同事曾娜哈，我们就来到神市古晋这个地区哈一些购物商场的这个戏院的情况。其实就一大早哈，我们就看到哈，大概9点多10点啊，这个时间呢就已经有人来买票，那准备呢太久没有进入戏院来感受看戏的感觉了。那今天呢，今天大概有4部戏左右吧哈。都是蛮出名的一些戏，很多人都已经排队了，就买了这个戏票啊，有些是跟情侣啦，有些跟朋友啦，跟家人啦，都甚至也有一个人来看戏的朋友都有。所以呢，我想戏院重开，大家都应该觉得我们又可以拥抱回去戏院感受看戏的感觉了吧哈。我想今天呢，我们看到那戏院现在开放之后呢，当然大家也不要忘记，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 SOP 还是我们必须要遵守的。那首先呢，那这个 SOP 呢，就现在是18岁以下的朋友哈，18岁以下的朋友，你暂时是还不能来戏院的，对不对？还不能够再来看戏了哈。因为呢，在 SOP 里面就写得非常的清楚哈，就有跟大家注明了，目前为止18岁是不准进入了。那同时呢，你必须要有接种疫苗了哈，完成那个接种疫苗了，你才能够进入戏院。然后呢，这个工作人员呢，他都会去检测你的这个 MySajatra， 同时呢也检测你的这个接种疫苗的这个证书，同时呢也要确保你有戴这个口罩和 SOP。 那无论如何都好，想要享受看戏也要遵守 SOP。 谢谢大家。好久没有看戏了，就想来再次体验回味戏院的感觉。对对对。OK， 今天是跟女朋友一起哈。OK， 多久没有看戏了？应该接近有半年左右。半年左右。对。So before MCO 还是有来看的。Before MCO 有。都有看戏哈。有。今天是来看什么戏呢？那个三七。三七对。OK。对于现在还是有这个 SOP 的情况，感觉怎么样？是这样子的情况 ，OK 吗 ？OK 啦，还是要遵守了，还是要遵守。对对对。OK。谢谢你。OK。